它呢这里有做口袋，它的口袋很特别，是切在线上，所以让你觉得好像没有口袋。我们居然家的外套给大家看一下，都会预留比较大的手袖空间，就是为了要让大家来搭一些大毛衣啊、大帽 T 啊等等之类的。然后你看这个空间一样 SML 都可以穿，这件我觉得海外粉丝如果要当外套它很 OK， 因为其实我们家的灯芯绒我觉得它也是做单层的灯芯绒，里面一样是丝滑的内里，所以它穿起来没有那种很闷热很重的外套的感觉，这个比较亮一些些，然后跟刚刚这种咖啡熊熊的感觉好像整个完全不一样，但是每一个都可以穿出好看的穿搭。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，实穿，而且下身非常好搭，即便是你今天可能想搭纱裙啊、牛仔裤啊，我觉得这个颜色都是非常非常容易驾驭的。以往的灯芯绒你买到的都是又厚又重，好像15度才能穿，还有再来又硬邦邦的，我们是全软料。然后它呢我觉得里面内里非常的亲肤，但一般就是都是衬衫啦，它没有这种 oversize 像牛仔外套的感觉。